和平道小球，我们今天要去三创的冰淇淋展，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所以这部影片上的时候应该已经结束了，期待复刻啦。今天只有八米，总之就那边见吧。Hi。
要给他指标的，因为他最喜欢食物造型的东西，任何东西都会喜欢。虽然不知道这个跟冰淇淋有什么关系，但是还是买了。是那个会发霉的树，对，会发霉的树。先把它，这样子吗？这个据说是会有香味。加水，然后要放樱花香。总之就等两三个小时，看它的变化吧。唉，经过了很久，但它只有这样子。可是它是很香的，它可能真的要等可能一个晚上之类的。有兴趣的话，你也可以买这个回去玩玩看，它很香。买一颗。今天影片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想要喜欢，如果想继续看，可以按订阅，然后记得订阅芭比。拜拜。